上周，0713男团成员分别化身为不同职业身份的玩家，受各自朋友邀请，参加一场名为《真正的朋友》的游戏。现在我们要往哪里走？等一下啊！不料众人来到游戏现场，却亲眼看见各自的朋友被神秘人绑走。敏捷考验，游戏步步进行，考验不断升级。为了救出朋友，0713成员突破重重关卡，获得更多的友情牌。诡异的小丑为何频频出现？策划这场游戏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今天只有一个人能被救。0713男团最终能否救出自己的朋友，逃脱成功呢？保持队形，跟上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现在这种心情真的是很像在救朋友嘛。说明录制的时间已经到达了半程。OK， 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吃得下饭？我坐这儿了啊，我坐这儿了。还记得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勾心斗角的啊，猜来猜去的啊。你刚才到了 A 点了呢，你故意？我故意啥？谁闹想的最多？大家想一想。Alan， 你厉害的喽。你们谁玩的好谁玩啊，我就不发言了，发言多又被怀疑。反正没有给我身份，我也没有接到什么指示啊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肯定不是。一共哥六个，五个人都说自己不是。哎呀，哇哦，这个椅子动不了哎。哦，你以为旋转餐厅啊？这真的是旋转餐厅，这可能会旋转的，哥。哇，那可就太帅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最牛的真人秀是这样，开顶直接升上去。一万个观众在等我们演唱会开始。哪个观众有我泪光淌的青春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桌上有这个标志啊？刚刚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标志哦。我觉得可能这个小丑啊，就我们其中六个其中一个。哦。那现在内投一下吧，来指一下，三、二、一。这次应该不会是 Alan 的，我觉得。做个人吧，导演，怎么不可能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那个现在目前可能还不知道是他。后来 Alan， 你有可能找到这个游戏的 bug， 把所有人都救出来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？有，因为我们有脑力担当，有体力担当，有气氛担当，对不对？看来咱们这次就没有什么卧不卧底了。我们刚刚去拿卡的时候，亮哥是一个人呢。哎，我是随机抽到的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能够那个时候能够变一张卡出来。你有可能随机抽到一个任务啊。小亮，我觉得你是卧底。哼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做任务？对呀、啊。我怎么可能是？我要是是的话，我现场变个东西出来。来，一、二。今天谁的生日？这谁是生日啊？不熟，谁？对，今天谁的生日？
今天是谁的生日？今天是谁的生日？天哪，今天是谁的生日呢？找一找，今天是谁的生日？刚才那一拍这个后期不是问题，最大问题是我们拙劣的演技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真的很统一那一拍。这谁是生日？生哥生日快乐！统一啊，来来来，来，我们先拍个平面啊。来，生日快乐！来，三二一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生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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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许巍，来，生哥吹一个，许巍许巍，好，三三二一，呜，耶，好了，哎，生哥骑摩托。你就是大哥，哎，这个蛋糕放这儿是不是不接戏了呀？哎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们哇，这样那让他们做个特效给它变出来。哇，虎子你真的，啊、你这个、哎、没问题，你这个后戏之王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忘了一点？我们在后戏之前没有拿掉这个蛋糕。哎，那我们把它拿开。没有没有，有个东西叫 A E， 它可以抠，它可以抠，它可以调整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给添麻烦了啊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目前为止还蛮有意思的。他说最终得只留下一个人，那个人可以救他的朋友，其他的就都救不了了。我觉得这样，我们可以用行动去感化小丑。啊哈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因为如果是人格分裂的话，就是要消灭所有的角色，只留一个主体。如果是按张远说那个话，我们就尝试把他的人格都唤醒，并且统一，让他找回完整的自己。你想，其实小丑人不坏的，他只给咱们准备了午饭。对呀、啊，他只是心里面比较孤独，他缺少朋友。那缺少爱，对吧？缺少爱，我们用我们的方法，有没有可能把所有人救出来，然后把小丑变成一个正常的人，变成我们的朋友？那有没有可能小丑出现的时候大家失散呢？别倒是有这种可能性吧。哎，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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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胡子，可以按照你刚才那个来演呢、啊？嘿，没了。来，再试一下，来，三二一。哎，菜呢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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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吃饱呢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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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绝对有不祥的预感。你看四周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朋友，嘻嘻嘻嘻，哎，他们在这里有点像自己被那个封锁住了。哎妈！哎，我的朋友，菜菜，菜菜，美美，球球，雪雪，嘻嘻，你怎么了，嘻嘻？月月，美美。哎，这好像假人啊！真人。哦，不不，真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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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假人成本太高了。你看学学的笑。哦。哇哇哇哇！怎么灯又没了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！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你们的朋友就被关在里面。阶段你们要收集的东西是验证券，收
空间中，你们要一起去开启每段记忆，并争取成为故事的主人公，跟关键人物进行互动，互动成功才能得到验证权。注意，每个空间只有一个人能得到互动的机会，一定要努力争取，好好表现。你们可以出发了。希望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后，你们还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。等我，美美，好好睡一觉啊！注意小丑那句话，他说希望你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后，还愿意跟他们成为朋友，可能说明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堪的过去跟不好的回忆。对。这儿有点绿叶丛林的感觉啊，有点像小时候了。你看，这是雪雪的故事。雪雪，她今天又惹妈妈生气了，每次妈妈都会让她在院子里反省。你书包里的东西我都看到了，今天给我在院子里好好的反省反省，把小黑板的题目给我做出来，不然别想进屋吃饭。书包里有什么东西？哇，哦，哎，他的妈妈真的好严苛呀。妈妈的七不准：不准吃果冻，不准吃辣，不准靠近小动物，不准滑滑梯，不准自己系鞋带，不准不写作业，不准出去玩。那我还能干啥呀？啥也不准。小时候很压抑哈。哇，他的弹珠，妈妈肯定是发现了他的玩具了。我觉得孩子就是你要给孩子说不的权利，那就对着他这个题说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做了这道题，换一道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看，你看，还有一张照片。哎，这个不是你吗？这个不是张远吗？这好像我，你看背后有字，背后有字，背后有字。补习班其他人都嫌我笨，只有你耐心的，只给我做题，谢谢。你送给他的。其实学学是个名副其实的优等生，他全部都排名在前十。每日一题，花圃里取十盆花，在院子里摆成五排，每排。摆四盆，这就是花圃是不是？这里面是不是花圃啊？我跟你说，要下去的，咱们要穿这个换鞋。是，每排摆四盆，一个数学题啊。五排它可以斜着。Oh my god！ 你搞一个数学题啊，这个有点难啊。来，我们谁会？因为十是一二三四嘛，这么摆的话。最多的才是四盆，不对呀，这最多四盆才两排呀。我脑子也不行，我待会儿搬花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以中间为有轴的，看看能不能四这种啊，以一个轴的啊。那二三，现在四排是四排，但是哦要五排。五排它可以斜着，五边形，五边形五角星，哎，五角星五角星，那肯定这样的，先把它五个角嘛，先把它五个最一二三四五，先把它五个角，等于是这样的嘛，哦、连就好了，来，不是啊，五角星五角星。这儿再一根，可以，就是它。好，摆出来了。五角星的五个角开始都有两条直线，每个直线都是四个点就对了。哇，
这个吸力很强，这个地。哇，哇，这，哇，这个吸力特别强。所以就是从这儿拿，是不是？对。在院子里摆成五排。哦，对，他是那个，哦，我知道，这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体了，带了牛牛体，牛流体。非牛顿流体，对对，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就是多站进去几个人，然后传可能会比较快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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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来，来来来，还差几个？够了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。OK， 再往下一点，哎，刚好刚好，哎，不，正好是可以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刚好刚好，对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刚好在这个空间，整个对对对，没问题。哎，这样就会很快了，这样快速走，这样。小虎最喜欢在泥坑里玩了，小虎在泥坑里跳来跳去，他玩得很开心，但小新却对他说：“你先出去吧，虎哥，你快出来吧。”哎，我这，哎呀，好，快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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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 ，OK， 完成了。这么简单的题目你怎么才做出来？把我最喜欢的那盆康乃馨给我搬进来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其他的小朋友就在院子里等一下吧。那个，这个要不然就是……这是妈妈的声音，你单独去面对一下妈妈，我们不太想见她。我不太善于跟妈妈沟通。你呢？没事儿，一个剧情啊。你是他同学。你是他孩子童年的。你拿了这个，你拿了这个标题。不，他妈妈不会那个的。你出来会不会两个耳光啊？这样，我帮你开门探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吗？你 OK 吗？啊，他拿的水果刀，他拿的水果刀在削梨，是吗？拿的水果刀削梨呢，可以看。你看，你看，怎么这么久才做对题啊？可能糖吃少了。把花放地上，过来坐。张远还绕到那边去坐。拿着。吃了。吃了。吃。可以吃。哎呦。好年轻的妈妈呀。啊，生这么大一儿子。说说吧。今天有没有犯什么错呀？今天没什么错呀。嗯？啊？我给你立的七不准，你忘了吗？他不能吃蔬菜吧？哎，有个什么是蔬？他不但不牛吗？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对吧？哎呀，七不准。不准吃果冻，不准吃辣椒，不准系鞋带，不准做作业，不准出去玩。出去玩就出去玩，出去玩。有没有犯哪一项？不，作业也写完了，也没吃辣，也没吃果冻，也没接触那个小动物，也没系鞋带。哎呦，还有什么？你给我撒谎！我看到你书包里边。你今天是不是偷吃果冻？
没有，我那是给小朋友的。你自己编的。站起来。我让你吃果冻，坐。你知不知道你两岁的时候吃果冻噎着了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允许你吃果冻，你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还有，有没有偷吃辣的？他们几个喜欢吃我，这好，我错了。站起来，我让你吃辣的，坐。你肠胃不好，一吃辣的就拉肚子，我从来都不给你做辣的菜，你不知道？哦，知道了。还有没有别的错？逗猫棒哪来的呀？哎呀，给我站起来。我让你玩猫，让你玩猫，坐下。那猫身上都是细菌，你要是被细菌感染了生病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以后再也不许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那猫可爱啊。呀，还加一句，还犟嘴。哎，还有没有别的错？交了几个不太靠谱的朋友。我今天给你们老师打电话了，他说你作文没写完，但是你写了你最讨厌的人，是妈妈。我有这么让你讨厌吗？啊？妈，你是不是对我太严格了？我不开心。我得年级前十，我也不开心。那小时候，孩子不就喜欢玩自己喜欢玩的事情？那吃果冻不是每个孩子的权利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呀？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妈妈都是为了我好。你怎么就不懂我呢？啊？那妈妈，你懂我吗？那你这次考试呢？考了怎么样？前十了。又是前十。来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九、第十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考高一点儿？你就不能给我正点戏考个第一名吗？要那么高干嘛呀？第一有什么好？就讨厌第一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入戏了，入戏了。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。第七就很好，第二多好呀！你看这里最多的就是十，三个十，我甚至都没有入选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爸他不让我出去上班，就让我每天在这个家里边看着你，照顾你学习，我就把你捧在手心里，什么都替你想好了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可是你连考试这一件事你都做不好啊！你爸他好，他出去工作了，一回来只要你成绩不好，他就跟我吵架，好像你成绩不好都是因为我的错。成绩那么重要吗？是哦，他其实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全部寄托到儿子身上了。对啊。儿子，我本来还对你这次考试有点希望的，我觉得不用了。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。这是什么？你跟你爸过吧。把他们离婚的。别再来找我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。
没想到妈妈真的走了，他再也没见过妈妈。如果他是一个特优生就好了，爸妈就不会吵架，妈妈也不会离开他了。最后让孩子把内疚全都给到自己的内心了，真是好吧，哎，成绩好有时候也挺好的，成绩再好一点吧。离婚协议啊，给了线索了。当时呢，父母离婚了，因为验证卷，验证卷没有，因为就是说我成绩老拿不了第一，就老是这是个离婚协议，看不太懂啊，月信，帮忙看一下。气氛有点破坏了，对不起。就是因为成绩吗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分原因啊。你这都说辞，我觉得他们情感不好，他把那个情绪都附加到你身上去了。对啊，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学习，所以心里一直要成为一个优等生的这样的一个心。这个其实就不是孩子真正打开心扉，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性格去发展去做自己了，而是妈妈把他人生太多的负担跟寄托强加在儿子的身上。而且已经给他绑定，就是让他就是完全锁定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机会。爸爸又不着家嘛，对吧，又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那个靠山 和扶持。对啊，这个时间在倒数，来，关于时间的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。来来，嘎叽嘎叽的啥？哎，外边天亮了，外边天色一直在变。哦，时间过了，到第二天的清晨了。这是美美的故事。美美谁？我朋友。她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。有一天，爸爸带回了陌生的妹妹和阿姨，告诉她，之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渐渐的，她发现这个家里没有人关心她，日记本成为了她唯一的朋友。他把所有重要的事都记在了上面。刚说到日记本，我们看一下日记本吧。一般日记本会藏在哪儿呢？在这里。有了妹妹后，爸爸对我越来越冷淡了。今天我做了一件大事，邻居家的弟弟小醒在街上玩的时候差点被陌生人拐走了，幸亏我机灵，把大人们喊来救下了他。怎么可能？事后他们给我送了锦旗，但即使这样，爸爸也没有夸过我，还把锦旗丢在了地上。我只能默默地把锦旗收起来。是是。哇，小美救过你，小时候救过我，救过你，小时候救过你。你我的这个机灵，我怎么可能被人？你小时候可能没现在这么聪明，你小时候。最近我发现做一些讨爸爸欢心的事，他能更关注我，于是我记下了爸爸的喜好。爸爸喜欢用保温杯喝水，他回家前我要倒好。爸爸进屋就要换拖鞋，我要第一时间递上去。三，爸爸喜欢吃剥好的香蕉。吃晚饭前，爸爸都要给盆栽浇水，我要提前帮爸爸灌好喷壶。爸爸每天工作都会肩膀疼痛，我要随时帮爸爸按摩肩膀。等爸爸回来后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也许就会爱我的。爸爸快回来了，他要赶紧把爸爸的东西准备好。分头找啊，拖鞋、保温杯、香蕉、扇子。我拿了拖鞋了，还有喷壶，喷壶在这儿。保温杯，香蕉剥好的。
我都给他包了，拿了，当然撕开。这个你就一个香蕉拿好哈，剥开，好，走，备个，再备个香蕉，你一会儿掉了，一会儿谁自己饿了，对，谁自己饿了吃。来 ，OK， 那谁，还不快出来？啊，在这儿呢。来，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，先脱鞋准备好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一天不在家，净不让人省心。爸，同学都来家里了。哎，叔叔，同学来家里，你也不说把院子收拾。啊，收拾，爸爸，这不人摔了怎么办？啊，是，收，快收。来，爸，哦，不对，不是你爸啊。快，我这是赶紧收。收，好。也不是不知道谁爸，那刚才对着张远他爸。不是你吗？不是你爸吗？我已经很混乱了。那就你爸呀，快点啊。哎，不是，你拿这个，赶紧给爸送。你跟小，快，给他送上。来，喝水。那这样，你是主体，这环节我来。对，对，这个给他，喷壶给他，这放着，哎，这不好意思，孩子，你是有眼力劲儿，叔叔还没有老到老眼昏花的地步，孩子我还是认识的，你进去干嘛去了？进去干嘛呢？快出来！你去干嘛去了？我问你，我出来，生哥呀，我哦，跟你说了，你是个孩子啊，赶紧拿着你的胶，赶紧喂你爸吃香蕉。哎，你看看你同学多有眼力劲儿，你看看你赶紧扇扇子喂香蕉，你废什么话？那是第一名的爸，你不能乱叫。来，吃香蕉，消火啊！来，换拖鞋。哎，不是当爸的说你，是，你就不说跟你这些同学比了，你看人家一个个青春靓丽，脑子也活泛。是，你就跟小美比，他爸爸有了新的家庭嘛，就是他新的家庭后面的妹妹，人又漂亮。又聪明，学习好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是，你呢？我差一点。一点？两点。哎，行了，说你两句，你要把我删到火焰山去吗？别生气。行了，来，我自己删。孩子，有点眼力劲儿好不好？学了！哎呦，宝宝，快来，我的宝宝！哎呦，宝宝回来了，快来！爸爸看女儿跟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。哎呀，真棒！来，坐啊，妹妹。哎呀，来！哎呦，妹妹真棒。小美，热不热？热呀！来，哥帮你扇啊！哎呀，我自己来，他不会扇。告诉他，这次考试考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哇，你呢？你呢？我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说出来也丢人。我也是第一名啊，叔叔，他过一段时间，他再过几年，他冠军的，他叔叔全国第一，第一，你也第一，冠军，全国第一。在学校最近都学了什么？我在学校新学了一支舞蹈，可好玩了，我跳给你看吧。真的呀？真的。你会跳舞吗？我手指舞可以。
你手脚不协调，你跟妹妹学着点儿。来，妹妹，妹妹教我来。好，你教一下她。前面带着，前面带着，带一个，带一个。来，爸爸给你放音乐。种姿态小小的花，哎呀，大大的花园里，你那是打军体拳呢。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哎呦！嗯，有点硬。哎，你手脚不协调。是是是是是啊，妹妹厉害。丢人，太棒！爸爸就知道你最厉害。爸爸，我长大以后还要跳舞，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舞蹈，好不好？太棒了，太有追求了。看看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厉害。这叫有追求。嗯。妹妹以后当什么？舞蹈家。你有什么追求？我行了，我懒得说你了。哎，我下午准备带妹妹出去玩。嗯，去带同学吃点好的。谢谢。哎，来，妹妹，我来。孩子，有点眼力劲儿。行了，嘿，谢谢。咱们出去玩，不带他。宝的宝宝，走，玩得开心。走，出去玩喽。他发现，无论他做什么，爸爸都不喜欢。如果他像妹妹一样活泼可爱，还会跳舞，爸爸是不是就会多看他一眼呢？哇哦！刚刚看你在那里算是在笑啊，但是他其实是个悲伤的故事。是是是，对啊，是是。所以他分裂出了小美这个人格，因为爸爸爱女儿。哦。哦。我们过去。远远说的有道理，很有可能。那边，这边的闪灯，来吧。这个环境可能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温暖啊。厕所。完了，这不会是被谁被欺负了吧？这应该是校园霸凌，我估计是。这是球球的故事。球球的故事。所以你想健身吗？哦。那些人又来了。他不能被那些人找到，快进隔间躲起来。啊，隔间，哦，隔间，去隔间。来来来，咱们两个就躲在这儿就行。来，我们蹲着吧。哦，我们感受一下他当时的那个情况。如果是我们蹲下去的话，他蹲着气好，你们蹲。我脸戳了下面的。啊！哇，直接喷我脸。他被人捉弄是不是？所以他会被人整。哇！我这出不去了哈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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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！快点！
识相点，快点出来啊！别让我等太久，快点出来，等什么呢？应该是我，应该是我。哎，我这个门怎么开？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哪儿了？快点出来，等什么呢？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是我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不是，果子，哎，那个大哥，其实是我，回去上厕所。知道你在这儿啊，站好了，立正，立正。不是我说，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特别好，哥。特别好，我叫你出来，为什么不快点儿？我打扫一下，里面刚弄脏了。你打扫厕所？对对对。行，我看看你这包里有什么啊？站好，站好了，是不是叫你立正？站好了，立正，立正。日记本上还绑两张卡，挺精致的。你还挺精致啊！对，我就喜欢这些小玩意儿，就是啊，是爱美。不是，这儿还有个纸飞机，上还有字啊。对。你玩飞鸽传书啊？你还挺浪漫啊你！哥，我帮你念一下歌。来来来，念。我长大会当一个播音员。来。小虎吃了这颗糖，看了这个笑话，你就不会开心了。从前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差劲，他就去加油站工作，因为那样就会有很多人对他说加油啊。什么烂笑话你这儿。让你就你你还想抱班长大腿呢？你不也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啊，回家照照镜子看自己什么样。忍忍忍，你不是喜欢加油吗？我喜欢吃。你给我们俩加个油。两位怎么称呼啊？大哥。大哥，二哥。大哥加油，二哥加油，大哥加油，二哥加油，大哥加油，二哥加油。好好好，你不还有字儿吗？接着念。你的笑话很有趣，你好幽默，吃了你的糖我开心多了。糖。班长还夸你呢。对对对，还有糖吃，表现挺好呢。表现好是不是得有奖励啊？嗯，看你平时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，奖励一条裙子，来穿上。穿呢？快点！奖励你的，奖励你的。表现好是不是得有奖励？是男厕所的。没事儿，叫你穿。穿呢？这不太合身，要不下次选一个别。让你穿你就穿。不是，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这不挺合适的吗？哎呦，有点小了，哥。挺漂亮啊，不是？你真适合穿裙子，长得又白净，是吧？皮肤又这白白嫩嫩的，你以后就天天穿裙子，行不行？谢谢大哥。行是吧？来，谢谢。把 cos 来，给你拍照啊。来来，姿势别停啊！来来来，这动了，再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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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姿势别停啊！来来来，这动了，再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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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，哎，对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真挺合适，真漂亮，真适合你。这照片呢，我到时候给班长发过去，看他觉得你。漂不漂亮，美不美？好了，哥，还愿不愿意跟你玩啊？哎，时间快到了，妈还有篮球比赛呢，学长一打五呢。你呀，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啊。好了，哥。
动员一样高大强壮，这些人肯定不敢再欺负他了。太过分了啊！哦，太过分了！哎呦喂！哎，哎呦！真的被欺负了一下啊！真的。哎呦，感觉还挺真实的。对对对对，哇！校园霸凌好讨厌，我小的时候没被，还好我没被欺负过。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刚看那个，我小时候被抢过手机。嗯，我小时候被抢过手机，就是这个。哎，真的，那个一模一样。抢完我手机之后，就还是这样，走了。哎，有点缓不过来了。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哎呦喂！我第一个6720000。关键我在觉得你还你读书还有手机啊？我15岁爸妈给买了礼物，诺基亚2100，白屏的。啊，还有两个卡。我经常被班里的坏学生欺负，最近他们变本加厉，整夜把我关在厕所里，不让我回家。还好我有一次听到了保洁大爷在厕所里留下了一把备用的钥匙，藏在墙里的电箱里。大爷说，电箱的门由风力开启，当风力持续1分钟达到100时，就可以打开电箱了。那个，嗯，他就是开这个门，咱们可以出去。哇，开吧，风力开启，是在吹的吗？啊，往里面吹吗？不是，哎，有动，哎，是吹，来，可肺活量。我来。哦，不到一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咱们试试拿这个拖把。挥两下是不是？不可能吧！吹，风力。哎，多一个人试一下。来，我来了。先吸一大口。3、2、1。不对，他是一半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接力。接力，来，下一个，再来，都没到50。还有什么道具啊？我觉得有道具。哎，是不是用这个篮球放气啊？咱们试试拿这个拖把。哎呀。有想过，但是怎么放啊？等一下，这里哪里？这里有个吹风机。哦，进得去吗？你看，厉害了！啊，插电啊，找一个电源。那有电。那有接线板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纸筒啊。哦，把那个管子接起来是吗？啊，这样的啊。Really？ 真的吗？哇，比上次那个还离谱哎。Really？ 来，接起来。上次是导电，这次是导风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
哎，让我们看一下现在电视会不会亮。哎哎，咋又？对不起，来，给我拿这个，这太傻了。我们就这样，一个人四个嘛，一个人四个。不，这个可以吗？有，他就是需要我们接力吧，来。有没有一种可能啊？这个不行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咱们把它就真的就接起来，可以吗？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苏醒说的对的，你把它拼一下，塞一下，你就可以三个了嘛。来，你给我，你塞进去是吧？啊，可以。我觉得每个人弄个差不多将近一米就差不多了。一会儿还拐个弯啊，中间可不能有那个特别漏的一个，不然就先攻进去啊。差不多。他张远那个再可以。差不多是吧？哎，有。拿远一点。哎，走，哎，40-50了。好，50了，75了啊，妈，让。他会开的吧？到了，再推一把。走，刚才说的那个钥匙在这里。钥匙。咱们出去之前，我觉得应该在这儿说几句。我觉得也是。是。应该为这些校园霸凌被霸凌的孩子说。之前的要收藏哦。说是王艳欣的手机。哦。哎呦。哦。宿舍哎。这个也是一个学校的啊。哎，这个很像我的初中时候哎，自己一个床铺上下铺。也是被霸凌应该。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表。该生吃苦耐劳，我布置下去的晨跑任务，只有他风雨无阻地跑了2年。一个这样有毅力的人，相信他未来成就无限。辅导员签名是小亮，你是辅导员？嗯，我是辅导员，我是这个学校的辅导员。名字被涂掉了，专业被涂掉了。这是月月的故事，室友是他仅有的朋友。他们马上要回宿舍继续学习了，他要赶紧回到自己的床上，拉上帘子睡觉，不能发出声音影响他们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件红色的。对，我这有红头巾，红袜子，然后有红帽子。这个红色不就是那个谁最讨厌的颜色吗？是。我们每个床先大家上下都上床。你上得去吗？我上去了。坐的。太硌了。我在下面。哦呦，啊，我有帘子。哈哈哈。快点！来！哎呀，累死我！哎呦，掉了！哎，掉了！等一下，快去！
我跟你说，今天校摇滚乐队的演出也太带劲儿了，我太喜欢那个主唱了。我也是，人家都有个性啊。Rock and roll， 他现在啊是学校里面人气最火的呢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件红色皮衣真的太帅了，裤子也帅。我要是有一件就太好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好像真有一件，我放哪儿来着？明天找出来让那个谁帮我洗一下。不是吧？你让他给你洗？嗯，你忘了，他最讨厌红衣服了。你想想来。我们每个人床上都有红衣服，就他的没有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儿，你不知道，他早就被我们拿捏了。说白了，他就是我们一个小老弟。小老弟，我让他洗，他一定帮我洗，没有我们谁搭理他呀？行了，先学习吧。哎，嗯，那谁是不是还在睡觉啊？他在吗？应该没听到我们说话吧？那正好，我们这么多快递，好兄弟在的话，把我们拆一拆。Director， 睡着呢，哥们儿。Circular， 哎，念那个背单词呢。哥们儿，帮我们拆下快递呗。我在念单词，明天还要。没事儿，我们不是最好的兄弟了吗？是最好的兄弟。帮我们拆一下快递呗。Compose， 他英语什么时候这么好？ Rare， 不知道。哎呀，不是，主要是老师今天新发了。哎呀，学习资料还想给你的。You know what? I-N-V-A-D-E, invade. 英语听力正式开始。You guys are invading me. This is my space, OK? 嘲笑我。主要是因为老师真发了资料，我真想给你。你还把我的英语词典给拿走了，对不对？你帮我们拆一下，我们就给你了，好不好？都是好兄弟嘛，都是好哥们儿。你应该感谢我们，知道吗？咱们小声点就行了，对，好不好？你看都来了，好兄弟之间不就应该互帮互助吗？对，你们能帮我什么呀？你要感谢我们特别邀请，来见证你的爱情是吗？好吗？现在你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安静。我们都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回来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对呀，我们都最好的兄弟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注意，快递声一定要小一点，好不好？小一点。我们在学习，不要影响到我们。他英语什么不好？你们就是利用我，真的，说实话。对我很不好，我们怎么可以用你啊？我们对你那么好，我们是室友。声音小一点。如果不是我成绩好，为人平和，我早就跟你们翻脸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会有兄弟说这样的话吧？算了算了，那是你们定的吗？思维导学图。哎，对啊，你俩是需要整理一下你们的思维了。我们那么好学嘛，对不对？Abandon， abandon， 啊，怎么读 ？Abandon。Abandon， 哇、哦，英语就是好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抛弃、放弃、遗弃。啊，我们从来都不会 abandon you。长大之后你们可能会被 abandon。We never abandon you。You never know。你吓坏我们小姐了。什么东西回来呀、啊？哎，不气不气不气，我买的。哎呦，你真的太吵了。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们学习呢。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们学习呢。你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啊？太吵。现在你们看起来好像是省力了，但是其实本领都没学到，都是我学到。这不有你吗？你会辅导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有你是我的福气啊。知识就是力量，有时候你们自己动动手，自己多努力勤奋的学习就会。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对啊，你充满了知识。对啊，你让我苏醒了。你们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当一个 happy boy， 快乐男生。快乐男生叫 happy boy 吗？叫 super boy，super boy。哎，声音轻一点，声音轻一点。哎呀，他真的一直在挪一句我的耳朵。思维导学图，你俩是需要整理一下你们的思维了。你们就是利用我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对我很不好。如果不是我成绩好，为人平和，我早就跟你们翻脸。哇哦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
现在你们看起来好像是省力了，但是其实本领都没学到。长大之后你们可能会被 abandon。 知识就是力量。时间都去哪了？都被他吵死了。时间都去哪了？时间都去哪了？等你四十五岁你就知道了。等你四十五岁你就知道了。我操！你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呀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哎呀，装成熟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受不了。虽然他拥有知识，但他终究只是我人生的枷锁。我们离开吧。哎，还有一本，还有一本，轻松学会 JavaScript。OK。他除了会英语，啥也不会。对，烦死。走吧，走吧。说的是实话，实话。你应该庆幸我们留给你资料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就是，你别理他了。I still love you guys.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Thank you. 哎，他英语太好了吧？就是。这一趴是欢乐的。哎，拿到了两张验证券，通过我拆了这么多个快递盒。哇，你这个简直拿捏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的趴啊！知识就是力量吗？面对这样这个压榨你劳动力的同学，你也只能用平和的语气跟心态去跟他沟通。但是我能说那句话是真的。就是你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什么都让你的同学做，让老师做，其实你没有学到任何的技能。嗯，对，甚至你承受一点压力也是应该的。你什么都给别人的话，你真的很难长大的。嗯，慢点慢点，亮哥。哎呦哎呦，老当益壮。原来他心中的好朋友竟然这样看待他，真羡慕那个摇滚乐手啊！是不是只有成为那样闪耀的人，大家才会喜欢他？哦，他就想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哦，所以才有个朋友是摇滚乐手。哦，所以现在都连上了。第一个，他之所以为什么想跟一个优等生做朋友，对吧？因为自己小时候成绩不好。第二，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跳舞女孩博主妹妹，就是因为她爸爸爱会跳舞的女儿。嗯。第三个的话就是，她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打篮球特别好的学长，这样就不会被人欺负。嗯。现在如果成为一个摇滚乐手，那她就觉得会万众瞩目的焦点。哦。被人崇拜。对，她就不会变成那个老被同学利用的一个同学。嗯。连上了。嗯。就是他的每一方面从小的缺陷造成了如今的这种性格的缺失，嗯，人格的这种偏差。来，外面有灯在亮，我们是不是要过去？估计马上要到工作的时候了。走。你看你走挺快。这得给我开门了。让自己有点用。Thank you。下面应该是亮哥还有月薪，就是我和胡胡嘛。这是一个 office， MT 网路，这应该是程序员办公的地方吧？对，就是我那个彩彩，因为我那个彩彩是一个非常高的高管。那咱们就每个人做一个吧。那老板包宿，那老板包宿。这是彩彩的故事。他在这家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年，今天老板跟他说有件大事要告诉他，让他带着自己抽屉里的工牌去办公室找他。抽屉里的工牌，找一找，找一找抽屉里，找抽屉。你有一条新短信。老师，我实习结束了，全办公室只有您愿意倾听我的焦虑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祝老师未来万事如意，小生。哦，你看是十月一号啊，你就是国庆节啊。OK， 2021年。电脑里有什么呀？智能办公。输入九位密码后，五分钟内将启动系统，检测到工位上有人落座时，抽屉将自动弹开。今日日期。
211的 M7。211101。没有这个。赶紧在座位上坐好，他的抽屉就可以弹开了。不会把我们弹走吧？最猛烈的一弹就是刚刚在屎坑的那一弹了。你知道我在思考的时候都喜欢张着嘴，我当时真的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真没有，我这有，我这有牌。啊，亮哥，那就亮哥。你怎么还不进来？对面。喂，咱们应该可以过来看一下，观摩一下。这个帘子是应该拉开的吧？老板，我这个老板长得很老板啊，很老板，哇，好帅啊 ！Cool， 别紧张，坐。哎，你看啊，你来咱们公司都已经10年了，啊，说说看，有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呀？就是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这个公司让我学习到很多，然后呢，虽然说有工作的压力，但是还是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吧。嗯，亮哥说10年算啥？春晚都上2回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忘擦我的招财猫了，你去帮我把我的招财猫拿过来。拿过来啊。好。这个招财的有点。好，不是你这个是，这，你把我的招财猫弄坏了是吧？这个招财猫不是你是不想让公司发财了吗？不，它财招多了之后，它有时候要休息一下，它那个就。你说你连一个招财猫你都，算了，没事，这个事不用你管，放这吧。这事可能是职场霸凌，有可能。我叫你来呢，主要是你也知道哈，咱们公司经济状态最近特别不好，人员开销也大，所以呢就想让你们都过来聊一聊，看看难关怎么过啊，所以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哦，好。如果，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跟他比的话，我跟他左边这边，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？比不了优势啊，优势啊，我的优势就是年纪可能比他大一点。可能就是入行入的早一点，我的优势就是这样，年纪。人家比你入行早。我6月1号就入行了，他是7月，他比我晚一点。行，我再问你啊，如果你从他们5个里边选2个跟你一起组队的话，你觉得你会选谁？我会选啊。好残酷的问题啊。这样的中间3个人吧，就是看着不有点容易犯错那种感觉。左右两边的话，就是他们会比较工作成熟，毕竟咱们是一个大的 IT 公司，需要一种心智成熟的啊，不要那么浮躁的。意思咱们越来越降智呗。哦，说的不错。也就是说你觉得中间这3个人不够优秀？就是也还行，但是主要是左边这2位啊太优秀了。你看这一左一右的吧，他们的手都是一个伸右手一个伸左手，你看就是我的左右手。那我再问你哈，
你怎么就确定人家两个一定会跟你组队呢？这个觉得就是可能吧，就是，为什么冠亚要跟你这个第十名组队？靠你最近的是我跟虎子，所以我就留了给他们一点机会，觉得左右两个应该还行。你看你啊，在咱们公司工作能力呢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谢谢老板。但是你看你平时啊，总是独来独往的，独来独往，既不会来事儿，还不懂得争取，然后还没有别人优秀。然后别人还不愿意跟你组队，最关键的是，今年你都已经35了，你这个年纪在公司还是一个底层的程序员。这十年来你有很多次机会，但是你都没有抓住。跟你同期进来那个老王，人家已经升总监了。啊？他是总监啊？总。朱岩，不是管，不是管。所以公司出于优化人员的考虑吧，只能是辞退你。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把你工牌给我。我不。这个是你的临时证明，拿好。我好歹这个也给公司十年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希望你理解。被辞退的原因主要是话多了。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好吗？哎，给老板加个戏，谢谢老板。被辞退了吧？你被辞退是应该的。他这时才明白，残酷的职场上不进则退。如果当时他努力去争取晋升的机会，成为一个职场高管，可能现在就不会被辞退了。彩彩，是彩彩，彩彩。所以彩彩他当时是很，他整个的人生经历真的是饱受打击，连他入行在职场都在被打压。好多年轻的都比他的职位高，所以还剩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我，但是我先把你我先把你们头上的虫先弄掉。还有个你，就是按你这个推理的话，应该是到了婚姻的部分了。好像也是。爱人十面馆。爱人十面馆。这是西西的故事。他不善言辞。为了不强迫自己社交，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开了这家一人食的面馆。那个叫郝善良的女孩的出现，让他第一次想要主动一点。他忙完今天的工作，就要参加在店里举办的相亲活动。他想向女孩当面表达自己的心意。相亲啊？对，是有这么个事儿，他有提过。这还有个日记。遇到他后，我开始每天期待他的出现。我发现他很喜欢搞笑的男生，但我却连跟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鼓起勇气让他认识我。然后这儿你看，小心给他这个店留了个评价。老板很热情，很 nice， 为了不让我饿肚子，不管多晚，甚至过了闭店时间，你都会等我下晚自习。老板，如果我成功上岸，这里面一定有你一份功劳。祝你的餐厅越办越好，生意兴隆。餐饮挺好的一个餐厅，所以你经常在这里来吃面。就是你曾经参与过他的记忆，所以你现在就是他，然后你来体验。对。欢迎来到原来是你交友会。现在我们的女嘉宾已经入场，请各位男嘉宾移步到用餐区，邂逅你的有缘人。这个是一个就是有缘的，来吧，坐吧，咱们就可以偷窥月薪的约会。我
月薪肯定是做一号，这都有镜头呢。现在女嘉宾郝善良已经坐在了一号窗口的后面。快去找你的郝善良去。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位男嘉宾的表现，那么就请我们的男嘉宾依次地站在表演区，面向女嘉宾散发自己的魅力。一次一次一次。屏幕会实时反馈女嘉宾的心跳值，获得最高心跳值的男嘉宾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啊，你们都在站着啊？对，或者我们坐那个位置，我们坐板凳，我们坐那儿可以看。哎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Can you feel it?哎呀，整理整理发型呢。我干嘛？请六号嘉宾前往表演区。哦，表演区。请散发你的魅力。嗯。哎，就心动值，快快。这散发魅力，快快散发魅力！他喜欢好笑的，啊，他喜欢搞笑的，哎，就，讲个什么笑话呢？恐龙，那都不好笑啊！上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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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分了。你试试空扛啷扛啷扛啷，空扛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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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扛啷空啷扛，空扛啷空啷扛，空扛啷。上分上分上分上了上了。你会不会唱歌？他觉得好笑。嗯，是是是是。那个要印度版嘉宾，印度版嘉宾。感谢你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我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体现在这。还有什么？时间到，六号男嘉宾，你获得的心跳值为94，请离开表演区。请一号嘉宾前往表演区。啊？嗯？一号嘉宾不是你？哦，每个人去，每个人都得来。不会吧？你去就完了，你去就完了。对，他说一号嘉宾，是我吗？请一号嘉宾前往表演区，请散发你的魅力。马虎一呼嗨呼嗨呀，马虎一呼嗨呼嗨呀，马虎一呼嗨呼嗨呀，蹦得蹦蹦蹦玲珑，白碗老酒啊，他怎么会这么多？烫一壶，宫廷玉液酒，对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啊？让我给你吹啊，吹呀啊，吹呀。瞧我这张嘴呀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，二杯你肾不亏，嗨嗨还是美，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粉嘟的透的那个美啊，啊美呀，啊美呀，啊美。时间到，一号男嘉宾，可以看到你获得的心跳值为90，请离开表演区。OK。
哎，给，就抓下来了。请三号嘉宾前往表演区。真的要每个人来啊？每个人都要，我天啊！我是个搞笑的人吗？没有，你那散发你的魅力啊！模仿宋丹丹。哎，对对，这个绝对模仿宋丹丹。宋老师，宋老师，宋老师，丹丹姐，丹丹姐，来，丹丹姐，来。时间来，时间来。丹丹姐，对不起了。话说，时间来到了2003年的这个时候，今天兄弟几个在这，主要是为了配合一下王彦希。主要是配合他来找一个女朋友。你说这人嘛不容易，是不是？这么多年，哎呦，就是想找人。好，结束。三号男嘉宾，你获得的心跳值为91。恭喜六号嘉宾进入下一个环节，请坐到一号窗口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咱们看看，哎呀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了，重头戏来了。我替他紧张。一，哦，好美。哎呀，害羞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你看。请女嘉宾开始提问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工体纯 K。我不去那儿。NPC 笑了。那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，你想好了再回答我。嗯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喜欢一个女生，喜欢了3年，并且也追了她3年，但是这个女生一直没有答应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遇到了我，我们两个人一见钟情。但就在我们俩一见钟情的时候，这个女生突然答应你的追求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哎，别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选择你。可是，你追了那个女生3年。既然3年都追不到，就别追了。就是有些事头，有些事情是该放弃就放弃。那所以，我以后也可能会被放弃了。你追那个人3年，说明你爱他比他爱你多。但是你们一见钟情，说明你们是互相吸引。说这个，说这个，你不会放弃他的。我觉得这个环节特别适合我后面那位兄弟，真的。我觉得相信自己的直觉吧，有时候人就是要冲动一点，哪怕是做决定的时候。那我既然追了他3年没追到，我现在跟你一见钟情，证明我们两个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两个能够走到一起。我觉得走下去，不管时间的长短，要活在当下。我们现在在一起这个时刻，没事，就好，就够了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你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，女朋友一直抱怨自己脸上长了一颗痘，已经喋喋不休了几十分钟。这个时候已经忍无可忍的你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你到底有完没完？”然后你会说什么？啊？月心，你要这样说啊？你跟那个痘说：“你有完没完？你再离我女朋友脸那么近，我要吃醋了。”哎，你来。不是，你这样就非常适合你了。月心，你对口型，你坐在这儿对口型，你算你说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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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说，来，口型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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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烦死了。月心，你坐，你坐，口型，你在后面，你在后面，你在后面。OK， 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你有完没完？再离我女朋友脸那么近，我要吃醋了。
哎，你别走，哥哥，你别走啊！你这样，你先谁想到问题了，谁就会过来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。你女朋友选了红、黑两件衣服让你选，红色的显她白，黑色的显她瘦，她需要你帮她做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这个题没听懂，这个题。快点！都是过程。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快 ，come on。放弃选择，你随便穿。红色显得你美艳动人，黑色显得你大方高贵。可是我就想在这两件里面挑一件，怎么办？哎呦，非要挑一个。知道我的情感经历为什么不顺利吗？你说，选红色，因为我怕在晚上丢了你。这白天可以丢是吧？晚上穿红色，别人全吓走了。现在我们的答题环节全部结束。女嘉宾是否满意男嘉宾刚才的表现呢？请女嘉宾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哪儿见过了。在哪见过？我之前经常去你家的那家面馆吃面，所以你是为什么会来这次相亲呢？是妈妈喜欢的。因为我喜欢你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是因为知道他会来参加这次相亲，所以我才主动报名的。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，我已经找到属于我的有缘人，所以这个给你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希望你也能早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有缘人。刚闭嘴快崩溃了。哎，早说呀！来，我们一起踢月线做这个吧，三二一，嗨！没事，还有两张餐券呢，那咱去吃面吃面去。哟，后来他听说，女孩真的和那个喜剧演员在一起了。哦，所以他学喜剧。他明白，即使自己再努力争取，女孩也不会喜欢上他这样沉默无趣的人。嗯，如果。他成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就好了。就人生没有顺利的时候，所以他喜欢的女孩呢，也最后没跟他在一起。对，所以他最后才去做喜剧演员。从小呢，母亲管教太严厉，然后缺乏父爱，那个上学被霸凌，被同学的就是看不起、看不上，在职场也被这个霸凌、被欺负，然后这感情也不顺。就太人生太失败的感觉，导致他的性格就是很缺陷，走极端的可能性就大。走了。哦，谢谢虎哥，挺细腻的，感觉要到一个小高潮的感觉。现在是这样的，拿着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？你看每个人差不多拿了两张验证卡。对，验证卡是不是要去他那里，然后跟他们？有可能，因为要回去要去。你们可以稍微冷静点啊。Hello， 你们在经历了各自朋友的故事之后，感受如何呀？还可以，我们拿到了体验卡。这可是他们最不愿意回忆的过去，因为他们怕你们知道之后就会离开他们。但既然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真正的朋友，那就是要通过友情的考验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最后的比拼了。这可是我为你们精心策划的游戏，你们可千万不要为我失望啊。好的，我们加油。
我可太好奇了，你们究竟谁能带你们的朋友离开呢？那就走了吗？他引导我们在这儿来。来，门关了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微博参与密室大逃脱 IP 对撞记话题页点评，解锁冒险之旅。上微博搜索话题密室大逃脱 IP 对撞记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。